一会儿把这个给云长喝下去，抱你心想事成。这能行吗？不信拉倒。不好吧？快去吧。这个药你拿回去，一天一粒，下个星期你再来找我复诊。云长，嗨，亲爱的，你也在这儿啊？谁是你亲爱的？雷亚，你来啦！云长，你别误会。哎，雷亚，走，咱们喝咖啡去。好啊。别好喝，这可是我朋友从南洋带回来的。嗯，那个云厂加的是什么料啊？啊？是奶粉。哦，奶粉，我对奶粉过敏，不能喝。那给我吧，我要喝加奶的。我们换。不，这是给云长的。他过敏啊。你给人家。给我吧，没事。晴天，乔真天。我来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小姐，急诊室里有个病人受伤了，挺严重的，你赶紧去看一下吧。哦，雷亚，你先在这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好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云长。别过来！你没事吧？我不是好人。亲爱的，我喜欢你啊，没关系。好，没事吧，亲爱的？站住！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能帮你吗？亲爱的，你不说你喜欢我吗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怎么了？你快说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
这伤风败俗，滚出去！出去！云长，这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阿瑶，你怎么了？感觉你脸色不太好。哦，我可能伤还没好，先回去休息啊。哎，阿瑶。爹，你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来，沈天，你坐坐。哦。有件事情啊，我一直瞒着你，怕你担心，所以没有告诉你。您说。我这个病啊，其实是被人下了毒。什么？谁下了毒？当年我在迷雾森林里碰见一个神秘女人。是他给我下的毒，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哎，那怎么办？上官清好像知道神木族的情况。上官清，上官清怎么会熟悉那里的情况？这么久了，我能看出来，他和神木族有关系。还有那个木星辰，他也和神木族有关系。你也可以从他那里下手。我知道了。